你要换车啊？我是蛮喜欢的啦，不然你要换车。我因为我有选择障碍啦，如果此片一出，三天超过200,000我就买了。你们帮我选择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上车，上车。这个车有改环境，来看。对啊，马库有没有？可是你在前进的时候有什么环境？是不是没有？嗯。喂，拍谁？按导航，再按第二次。嘿，等等等等，我有摸过了，我有摸过。哎呀，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假设我们这样比较小，你刚刚可以看。哦，你摸好熟哦，熟了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这台车原价多少钱？389,000吧。你说 S， 那 Macan 呢？就最低阶的270,000。对啊，可是那选配，这随便选都超过400,000呢、啊。那 GTS 的基本？基本哦，我看起应该都更高吧。你看啊、哦，我记得是那个，它只有这个七速的。嗯。啊、再来，你看，再繁华。好，还有这个，欸、你看它可以这样 ，Sport。嗯 ，Sport 它就它自己有两个避震器，就生硬了，被它顶了，按下去就硬了。欸、你看它还可以 Sport 加，嗯，更厉害，嗯，更硬。这3.0 V6 的嘞，更我也是 V6 啊，妈的！我印象中好像480,000吧，那你的哦，拍谁？我刚刚讲了，你刚刚，我等一下有没有上山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跑那个单圈记录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单圈记录啊，嗯，好，准备哦。开始吧，1秒钟，2秒钟，开始冲啊！啊，好，0到100，停，不厉害、哦。我停也是按这里，对，可是我不太会用。比如说你按就是停，有没有？12秒，嗯，我已经大概220了。我们等下去那个山上的时候再开。好帅！可是油耗还蛮惊的，市区平均大概9吧。还好啊。对哦，你的还更适用、欸。你跟我讲，我都觉得还好哎、欸。遇到一个加油站最爱的人。对对。你知道我1公升跑多少？6吧。哦不哦，残废右脚，我不知道怎么收。我跟你讲，就不要乱改排气管嘛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排气管都是恶搞自己的油钱变成增加。那你也不能买这台啊。我这个没声音啊，发动我没有声音，可是在车上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哎、欸，对呢，在车上真的没声音。哇，这隔音啊，完蛋的啊，没有了。我还前0钟了，看一下。哦，有多大就多大，没看到这个都湿了吧？感动嘛、哦，感动，眼眶都泛泪。对啊，哇塞，可以带小姐去看星星了哎！弄什么星光顶？我们有自然的，北斗七星，南斗水鸟犬。你知道我们那个年数不是有搓一下？对，如果那边全市长搓到就死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啊，白姐，因为透露太老了，人家不知道，人家应该没听过。我那天我稍微有开过，它有一个缓降，这个蛮厉害的。你假设你下地下室啊，你不用踩刹车，它速度很慢，这样。那要吹油门吗？就很顺这样开，搞不好还不够快，你还可以像你讲，还可以补油门，不然它就顺顺的这样，不用踩刹车就走了。还有一个这个，等下按了你要看一下，越野模式进去啊，对，走吧，我们去刷波吧。你要去哪里越野？我们等下去北海岸好了，白沙湾那边扎一下弯。张超哎，张超，张超会高潮出来。你有看过那个基米不是被海水淹走？有啊，就站在屋顶上，这样就红了。哇，你这台 Macan 可能更红。哎、欸，对比他、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乖一点好不好？啊，再来就是这台里程数真的很少，46,000而已。啊，这几年的、啊，刚刚一直忘记问。2014头皮的、哦，看不出来是头皮的、啊。他再怎么改都是这样而已。再来就是为什么说觉得这台可以的嘛？因为以后可能就没有那种大吸技术。开始了，来单圈记录开始，有没有？开始松了，开始。哦，那你开始用手排模式忘记打档，比较少开会忘记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东西，就是它开起来真的不像一般的休旅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之前我们有一台那个凯宴嘛，哦，我去交车，哦，在山路这样开啊。我在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这样沿路这样都大概也可以开80都没什么问题。那时候我跟他换车嘛，那下来的时候一台 Camry， 那速度的感觉应该开到100，我看你这种才60，你知道吗？那种速度的那种感觉，这个车子的噪音就觉得应该很快，我应该比上山还快，就会看你说才60，厉害的吧？我跟你讲啊，开这个车真的是跟双臂是真的有差距。
真的是要花更多钱。是的，虽然听说它的妥善率是不错了。哎、欸，干，等一下，我忘记停止了，还是跑啊。啊，你上山到现在跑了31秒，怎么可能？下面是有要3分钟、4分钟对吧？4分31秒，让他再继续哦。你看哦，好来，等一下哦，继续再跑，对吧？3分了，好，你可以归零，复位归零，归零高归零。对啊，下面的12就是那个，你按下就开始跑，有没有？很酷哎、欸，4年到现在已经8年车了、欸，看起来真的不像一次。它唯一啊可以闲的东西哈、嗯，第一它太宽，第二就是这两个旋钮凉凉。它这两颗是长按的按道理，按长它常常这样子。对，它那边转到那对、哦，这应该是环保材质啊，这应该是、啊。怎么样？有皮吗？啊、哦，我抓到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他应该会跑出来一点哦。我找到了，好，他回去跟小师扣钱了。哎、欸，它是电动的，嗯、你看、哦，上，有没有？下，它可以伸缩吗？也可以伸缩，四向的。啊，它定速就是用这个定速的。再往下往上，它有跟车吗？对，没有，那时候没有跟车，好像差不多这样。因为充电，为什么还有一个遥控器？那是什么？我还没去研究。啊，再来就是这个枕头，这个枕头很帅，在旁边压它可以这样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哦，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？就像 ET 的头这样钻出来，跟伸进去。我们下车看一下外观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下车前要先看一个东西，不能熄火。下车前先看一下，没关系。看这个。这个呢，现在比较新的双 B 啊，像之前小师那台218有没有、嗯？它这个就是这样，冷车的时候它关闭，它热的时候它会打开。像百叶窗啦，啊，它把塞拉蒂也有啊。这个如果你要熄火之前，你要来先看一下。为什么要看一下？因为这个如果坏掉，它要么就是全开，要么就全关，没有那种夹到衣物在弹开那种，然后没有防夹的。万一撞到一只小鸟卡住，你关掉要花多少钱？你猜？多少？最少要3万。哦。对，啊，不然我等一下熄火看有没有关起来。好，我去熄火，你帮我拍一下啊。有关吗？没有，想还是热的，就不会关。他说这个啊要小心，不要把它弄断了。谁说的？啊，我们隔壁家的那个小陈，他说哦，你这个要注意哦。我的光打的哦，好大哦。人家的油压感还没坏。哇，3.0V6。不是65哦，不是30V65。你看，左右都有哎、欸。哦。哎呀，这哇，引擎盖怎么破两个洞？这样强度够吗？说实在的，你也不会拿去撞。重点来了，嗯，目前这台车还原厂保护中。是哦。假设我今天购买好了，还是你购买都没关系，它保护到7月14号。你如果在7月14号之前再先去原厂再去保养，再把它延长，可以再加一年，它可以每年这样保，保到这台车报废了，你就不要保这样，不然它还是有原厂保护。哦，厉害了吧？因为听说这台的加力箱会坏掉嘛。加力箱是什么？对啊，就变速箱嘛。你如果怕坏掉，你可以再加保6-7万、嗯，就跟他赌哦。平常开这种车的，不是觉得才6万块，那就加了。对啊，原车主是有加了、嗯。对啊，那如果加力箱坏掉，要花多少钱？20万起跳，搏一搏啦嘛。20万跟6万很好选择吧？对啊，其实它引擎看起来蛮简单的哈，它都挡住了，都挡住了，看不到什么东西啊，就是主要是看水啊，雨刷在那边。啊，刹车，对，刹车这样那怎么看？其实油不太会减少，油只有漏才会减少啊。刹车油会亮那个金蛋号那个就知道了，20寸铝圈吧，我都没有记错的话。还有一个加大的包雨啊，轮胎还蛮新的，轮胎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应该是2021年的。哎、欸，它前面是18/31周，你看四轮传动的车到底是要新的放前面还是放后面？一般是传动轮是要放前面嘛，可是四驱车有些人说要放后面，因为它是带动是在后面，可是它引擎在前面。对啊，就很尴尬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一次换四轮就不会有这个决定。干单位破解了，我破解了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我刚刚也在想一起换。对啊，为什么你要换两个干嘛？对了，后面比较新呐，后面是21年的15周。对，这个是卡梦，正卡梦的。这是正卡梦。对啊，这样子就爽了，你知道？我想像那个 NX5，你有遇过吗？开关就在那边嘛。对。我要先摸一下，哎、欸，好像不是，结果你加了，拍谁？没故意给用起哇。哦。
空间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够了，因为我现在不会放娃娃车了嘛。那你要放什么？鞋子？这可以放多少鞋子？哦，对哦，靠，你不够，我不想到嘞。连鞋盒可以放一二三，大概九双。啊，如果把它拆开，应该会更多。买一台快200万的车来放鞋子啊！行动鞋柜，然后还可以当鞋头，鞋头的 AI 头嘛，鞋头。哦，那个在里面，三脚架、哦，三脚架在这里。对对对，那它是补胎的吧？我看一下哈、哦，有了补胎剂，在这里。哦，对啊，啊，这应该是那个什么鬼的电脑什么的，对啊。哎，讲完了嘞，好像没什么嘞。加9895啊都可以，不行，爱车一定要加98的。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哈，两江泰山的后面就会比较紧一点。我身高165嘛，号称170嘛，还可以啦，口顶空间不高我这样170，剩大概一个拳头，另外，对啊。那我可能就顶到了。对，还好我没有要再高的了，没关系。那如果高一点就不能再了。再高躺下来还是被我打趴了、啊。还有一个重点，那个它旁边是有喇叭的。哦，在这。对，这里也有。对啊，这里也有。哇，啊，这里也有，到处都有。这里也有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贵吗？车子有些那么贵都是这样的，别人不装的东西你装了就是变贵了。假设我跟你打蜡，我最高就收2000块，啊，你给我做6000块，我要怎么做？一样东西我做3次嘛，这样我心才不会那么虚嘛，还会心虚也不错。好，什么也讲到了，有啊，什么？你要换车啊？我是蛮喜欢的啦，不然你要换车。我因为我有选择障碍啦，如果此片一出，3天超过20万我就买了。你们帮我选择。那你要什么选择？你说。我目前就是这个，我的43还没来啊。万一我今天买了，明天43来，那怎么办？要再抉择。对。两台都开，我这样子3台了。我的老兵是嘛，43跟这台嘛。那你要不要再抽一台 BDM？ 要哪一台啊？都是我后亚郎哦，差点给他便宜啊！但是这样好了啦，把最后一段剪上来就好了。假设全长30分钟，要刷20万，要刷很久，尽量剪短一点。我既然没办法选择，你帮我选择好了。好，大家喜欢赶快来买，我就不用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夸下海口。我已经讲了啊。哦。我发动你拍一下好了。是这个头灯，刚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大家帮我补拍一下，它是有4颗 LED 的。嗯。好了吧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Frod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没有踩油门。没有，没有。它就不会动啊。缓降。对，缓降。啊，它开很慢的。对。你就不用一直踩刹车了。对，这个尤其下那个地下室那种最爽的，它就是慢慢走。好，再说我们现在把它按掉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去开一下。有差。没有，我现在原本是我补的。我靠，没有。好，来，我现在把它压了。hold 住，它就不会一直冲，对，它就 hold 住了，对吧？不管你多，它就这样啊，它就 hold 住那个速度，这样慢慢的。它是控制引擎转速呢，还用踩刹车？我很专业嘞，这个没有研究，应该是有挡刹的功能了，这样顺顺的啊。你给它放掉，假如我等下把它放掉，好像没什么差，因为它不够斜啊。对，这个，看它会不会加速。它这种车应该不会按喇叭吧？它还 hold 得蛮住的，会了，有快了，可是就对啊，好了，这种车不能开那么慢，会被笑。所以你最近在考虑换车？没有了，看参考而已啦。我们其实上我们是可以看，也可以试，对啊，是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车型也不会太老，因为它不管现在的最新的跟这个也差不了多少啊。啊，它款项不会说差异很大那种的。只是说他维修方面，那天问一下小陈，去招一台电水一本修理的手册给我。我说，可是他跑40000多，哦，40000多啊，这个他有电子水泵浦啊，什么东西，汽油泵浦总共有3颗，坏了一次就要换2颗，没有换1颗的。是全换吗？坏了就要2对都要2颗都要换。这个应该没有算签的吧？这可能是换起跳的吧。好啦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多分享一点。3天哦，就3天而已哦。三天后如果过了啊，车卖掉那我也没办法。何者先到？先到是吧？先到是一木啊。好，这个先到，好，就这样了。对啦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犹豫不决？他就少了一个按键，少一个什么按键？这个预备的东西。就是我之前在网络看到一个，就是开这个品牌有多一个喇叭键，真的是可惜了。如果有写那个，就当下一进来就说来纳入自己的那个爱车之一了。啊，好好奇哦，我去找一下。就差这个，不然就早就买了。20万，不要一直在吹这个了。手机看久了对眼睛不好。我刚调一家了，最后调一家不等你。那天我的车坏掉了 ，BBQ 了。完了完了完了 ，BBQ 了。
他一万保养一次，你还要再加保固吗？如果他保固过程卖掉，那下一个车主可以去原厂，好像过了就不行，过了就不行，断了就断了。有一对情侣有没有？冲到荒岛没东西吃，男生就只好把我的小鸡鸡切下来，有东西吃嘛，切下来。那女生就说等一下，我喊一下。那个男生感动说吼，因为最后一刻你还是要对我这么好，就是我把它弄大一点，肉比较多。哦，消费小吃上升了，不好意思。接下来就放血了。放血就没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是这样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以为是肉变大了啊，是其实这样是有了、哦。超高、哦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得您信赖。你油的里程跟实际上里程 是不是一样的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注意到这点吗？我怎么会注意？对，他跑6321就是6321，他有没有厉害了吧？我靠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也没有把它按掉，我说哦这么整齐，好，我就这样厉害了吧。你听得很刚好哎，我要强迫症，你我要对线拉直是吗？礼拜三的十二点之前就三天嘛，如果超过300,000，那就改变一下，那好不好？怎么跟你之前讲不一样？别惊啊！不是啦，我们要更多的朋友认识我们，所以300,000每个人一次就好了。对，我们380,000一人一次就超过了，蛮不容易。但是在影片推出之后，之前被卖掉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哦，是。好，我鼻子没有要卖哦。你会怕哦，一直改数字，你会怕哦。